最后那个什么共享的时候，我没有点那个屏幕。我转钱发验证码给他，没有问题不大。白条上有那个额度嘛，我前两天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呢，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取消了。嗯，打电话取消，那以为是那个东西打电话给我的。嗯，那要慎重点，因为这个东西无法分辨的是吧，就先暂时不要相信的。你联系客服，不要接听电话，你主动联系客服，京东客服合适。你不要说听我这个电话，这不要说，你这是个人号码，平台的话会有平台的联系方式。对，他要下一个准入，不要下。我当时我当时联系了嘛，那他让我跟我联系的时候，不是让我那个什么屏幕，我没点他，我就有点担心。这个意思是对的，你同步之后，他就可以进入你的平台，操控你手机，帮你复制你手机的信息，啊，发给你人脸之后，他能窃取，再让你查一下银行卡，查一下确保一下。他知道我的身份号码是谁？因为每个人各种办理信用卡盗取方式有很多种，你就要把这个核心的账号验证码要提供给人，不要把那个人脸上共享的东西就是人脸，只要这个不提供有问题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就是他让我最后那个什么共享的时候，我没有点那个屏幕。我转钱发验证码给他，没有问题对不对？京东白条上有那个额度嘛，我前两天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呢，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取消了。嗯，打电话取消，那以为是那个东西打电话给我的。那要慎重点，因为这个东西无法分辨的是吧，就先暂时不要相信的。你联系客服，不要接听电话，你主动联系客服，京东客服合适。你不要说听我这个电话，这不要说，你这是个人号码，平台的话会有平台的联系方式。对，他要下一个准入，不要下。我当时我当时联系了嘛，那他让我跟我联系的时候，不是让我那个什么屏幕，我没点他，我就有点担心。这个意思是对的，你同步之后，他就可以进入你的平台，操控你手机，帮你复制你手机的信息，啊，发给你人脸之后，他能窃取，再让你查一下银行卡，查一下确保一下。他知道我的身份号码是谁？因为每个人各种办理信用卡盗取方式有很多种，你就要把这个核心的账号验证码要提供给人，不要把那个人脸上共享的东西变成人脸，只要这个不提供有问题对不对？